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今日系2020年6月24号啊，咁 update 一下呢个肥仔金嗰边嘅局势啦，咁就最近咧，即系金宇正咁就将呢个两行嘅联络办啊夷为平地，咁夷为平地之后咧，咁就喺度讲乜嘢啊？与呢个南韩嘅关系啊，已经点样啊？一刀两断。咁好啦，你预期啊，仲有啲乜嘢可以继续做落去咧？请问，咁最近嘅另一轮攻势就系、是、啊，哇，好犀利啊！好似话准备咗1200万张传单啊，咁就可能系啊喺呢个文在寅身上或者龟啊。诸如此类嗰啲啦，话呢啲咁样嘅报复性惩罚啊，用一个普通人嘅角度讲啊，咁咪好咯，人哋点对你，你咪点对翻人咯，呢啲叫咩啊？对等关系啊嘛，就唔好人哋就派啲传单啊，飞啲气球过你度，你又走去做乜嘢啊？你又走去玩火系咪先？啊，又喺度肥肥阔阔，咁同埋之前我都话啦，你即系佢之前系试射过一啲叫做。飞弹㗎嘛，咁但係嗰啲飞弹呢好流嗰啲嚟㗎嘛，又唔係弹道飞弹，即係纯粹嘅，係总之係一啲好流嘅军备嚟嘅。咁你可以反映几样嘢啦，即係你由近期北韩嘅好多唔同嘅措施，你大概都见到㗎啦，见到啲乜嘢呀，即係之前呢点解佢神隐咗咁耐呀，跟住又俾你见下係咪有呢个政局不稳嘅问题呀、可以咁讲啦，其实佢哋係即係佢又唔係完全唔做。是他之前应该呢就已经接咗 order 㗎啦。不过接咗 order 之后呢，即边个俾 order 佢你自己諗啦。接咗 order 之后呢，你又唔可以即刻做喎、你又唔可以搵最大粒嗰个做喎、你又唔知点做好喎、咁结果呢就唔知做唔做好。於是乎呢就喺度扯猫尾啦。咁所以其实呢佢係应该改名叫做金猫尾。即因为呢其实佢呀成个朝鲜嚟讲呢啲消息系好封锁嘅，好多时你就只能够去估下去做紧啲乜嘅啫。咁但系你见到，喂，大佬，你嗰个报复嘅方式嚟讲呢，你唔系示强啊，你变咗系好似示弱咁款啊。咁我就谂起嘅，我唔记得嗰套戏啦，都系杜琪峰嘅，即系东莞仔喺个货车上边，哇，大佬，你单捉咁难接嘅，咁于是乎东莞仔喺度叫咩啊？加钱啊，加钱啊！即系嗰一刻佢已经奄奄一息噶啦。都仲挂住要钱啊！咁所以第一轮啊收到钱嘅时候系咪好劲先？嗱，两行办公室都同你夷为平地啊！但第二轮收嘅钱呢就可能不如预期咯，以及啊可能呢个印度嗰边又有啲事啊，咁又可能啊即系只系想擦枪就唔想走火，咁结果啊你收唔到第二轮钱啦啊，咁咪预备定千几万嘅呢啲传单，諗住话派出街各样。我想讲呢啲口讲口赔㗎咗，即系佢有冇啊将嗰啲传单派出去都非常之有疑问啊呢件事。你諗下印传单都要钱㗎嘛，印得唔靓设计唔好，你呢啲呢就变咗系反宣传嚟㗎大佬。咁第二轮呢都收唔足钱嘅时候，再第三轮喎、咁你话会有啲咩款出现呢？咁就係今日嘅呢单新闻啦。呢度金正恩呢就决定暂停对呢个北韩采取任何嘅武力计划。咁就係话呢，当呢个领袖 主持呢个劳动党嘅中央军委会议嘅时候呢，就决定暂缓呢个行动呢。因为话呢评估咗当前嘅形势就暂停，有人提出㗎暂停咗边个就係、呢个人民军嘅总参谋部，咁就唔知係咪金宇正嗰嚿嘢啦。总之即係金宇正就负责系显示非常强硬，以及喺度闹交嗰啲八婆式外交即係佢突然间华春莹上身㗎喎，咁佢咪负责嗰一 part 囉。咁但係由于佢唔系最高领导人㗎嘛，佢只不过系走出嚟叫嚣㗎咋嘛。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最高层嗰个即係肥仔金，佢权威犹在，咁当然就係话一收姜咁就咩火都冇晒㗎啦。咁呢啲就叫做乜嘢呀，真係啦，可防可控，咁系好事嚟嘅啊，显示到佢哋系几咁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啊。因为呢个金宇正好似呢都冇讲粗口系咪啊，我都唔知喎。即係嗰啲咩術語嚟㗎，一刀两断啊，即係已经返唔到去以前嘅关系啦。咁同埋其实你要解决呢个问题好简单嘅咋嘛。我见有啲分析呢就喺度话应该金正恩健康出现问题啊各样。我自己唔係咁认为啦。
即系由于啊，如果真系嘅话咧，我觉得金宇正系要更加强硬先得嘅。但系我见到就唔系咯，我见到佢就喺度跳草裙舞，即系适合去夏威夷嗰啲啊，攞住嗰啲火棒啊，啊咁就喺度扭下扭下咁样。所以咧，你会见到就系北韩嗰边啊，啊嗰、那个局势咧就唔需要太担心，而且啊都穷到窿窿到穷啦，冇乜威胁力噶啦，甚至乎啊都唔知话你嗰啲。如果真係要搞试射嘅时候啊，你唔係试强啊，可能係试弱啊，你得嗰几支嘢喺度玩下玩下，即係可以话呢，佢之前走去整嗰啲咁样嘅可以飞天啊嗰啲弹道导弹嘅时候呢，可能已经係穷尽成个北韩啊嘅经济力量去做㗎啦，你係越嚟越弱嘅，甚至乎好多嘢都要倚仗其他人。咁其他人呢，如果冇啲支援啊各样嘢俾你嘅时候，咁你当然亦都即係点讲啊，巧妇难为无米炊啊嘛。咁所以啊，你冇米又点煲饭呢？冇得煲饭啦，咁咪冇得表演魔术咯。即係除非啊，你走去试射嗰啲呢就唔係北韩制㗎啦，即係第二个国家制造嘅，咁就可能得。咁但係个问题係乜嘢啊？如果係咁嘅时候，人哋一定知㗎喎。咁所以你想自主研发嘅时候啊，冇银两又点自主研发呢？最后只能够点样啊？即係你会见到佢茄喱啡一般嘅演技啊。咁讲起呢个金正恩，咁又讲返呢个博尔顿啦，即係博尔顿其实之前呢都非常之主张呢个要强硬对待呢个北韩各样嘅。咁结果啦，你咁鹰派各样嘅时候啊，咁又点倾偈呢？最后都系国家级，即係由呢个特朗普同佢会面。咁至少啊，佢系同意咗一个比较和平嘅方案啦。如果唔系你一嚟就喺度讲乜嘢啊，利比亚模式喎，即係你系反宣传系咪啊，博尔顿。点解啊？因为之前啊，博尔顿提倡嗰个利比亚模式咧，就系讲紧要点样啊？要做一个 irreversible 嘅无核化。咁呢点我都同意嘅。即系博尔顿咧喺2018年4月嘅时候系提出要先弃核后补偿，呢个系利比亚模式。咁但系啊，如果你用利比亚模式嘅时候，你话系个 good example 就话啫，你利比亚模式最后阿卡达菲系点啊？乜嘢样啊？咁所以你用呢个模式对人哋边有吸引力噶？即系利比亚卡达菲系点啊？嗰陣時2003年嘅時候啊，佢咪用呢個利比亞模式囉，容許呢個聯合國人員呢去檢查嗰啲核設施，咁最後2011年嗰陣時呢，即係佢完成咗棄核㗎啦，但係結果啊，佢係被嗰啲反對派推翻咗，同埋呢命仔不保，咁所以前居可鑑，甚至乎其他國家派啲外交使節走去同佢講嘅時候，好容易就可以說服到佢啦。即係嗱，你睇下佢說服你呢嚿嘢啊，擺到明揾笨啦。哇，基本上我係唔需要外交辭令㗎喎，就咁講個 example 佢聽，咁你話肥仔金會擺去邊邊啦？咁不过呢，有一段小对话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就係肥仔金当日啊，即係首次峰会特金会嘅时候啊，金正恩都好开心嘅嗰一日。然之后呢，呢、这个博尔顿同呢个金正恩啊之间都有一段对话嘅。咁首先金正恩向佢保证啊会非常之亲切咁欢迎佢啦。同时间就问佢喎，佢就话你可能会感到难以回答嘅，不过你认为可以信任我吗？咁人哋问緊嘅系呢个博尔顿啦嘛，即系问你个胡须佬。咁你个胡须佬即系我都唔知呢啲咩答案嚟嘅。人哋问你，你其实用你自己嗰个层面答就好啲嘅，就唔好推去波斯度。点解呢？因为博尔顿嘅回答系咁讲嘅，佢就话如果特朗普信任你啊，即系如果佢啊指佢咁样，佢信任你嘅话咧，我哋就用呢个作为起点迈进。哇，你呢啲就真系外交辞令嚟嘅，人哋系好普通咁问你一句，喂，你系咪想炒我件事咧？真系你就咁答，喺而家呢刻我信你啊，各样啊，咁咪算咯，啱唔啱啊？人哋问你信唔信啫嘛，呃住人先啊，都要讲信噶啦。咁同埋啊，即系佢讲嗰啲嘢，我唔知真唔真啦，博尔顿。即係你知啦，本書要好賣啲都要寫得誇張啲㗎嘛。咁但係特朗普講嗰啲嘢呢，基本上都係佢一貫作風嚟嘅。佢又話呢，博爾頓經常啊，係經常啊，咁鼓吹同呢、這個即係成個亞洲板塊嚟㗎啦，因為包含住呢個俄羅斯啦、中國同埋朝鮮啊，佢又主張一定要同佢哋隻抽啊。都系嗰句啦，佢写得出嗰本，哇，真系睇起上嚟都好似几厚嘅一本书啊吓，咁好明显佢都系一个写嘢嘅人，而呢个写嘢嘅人呢，啊，有的确系啊，耶鲁大学法律博士、执业律师、外交家。
好鍾意寫嘢嘅一個人，唔係佢打㗎嘛，咁梗係寫到有咁狠得咁狠㗎啦，贏咗佢有功領喎，輸咗拍拍囉柚走人得喇喎。咁同埋呀，好彩就冇聽佢支笛，原因係因為乜嘢呀，如果你真係呀採取呢個博爾頓方案嘅時候，你今時今日見到呢個 Antifa 啊，人哋教我讀呢個叫 Antifa 就唔係 Antifa， 不過 Antifa 呢啊，咁就好似用螞蟻開頭㗎嘛，是但啦，咁呢個 Antifa 嗱，你見到啦，佢內部都不穩嘅 Antifa 嘅友，咁你同人喺度隻抽嘅時候，無啦啦人哋喺你背脊度咁就放血喎，大佬，咁你邊夠人打㗎，即係好似越南嗰陣時候，你咪因為嗰啲咩反戰示威各樣啊，搞到一身蟻，咁到最後都係要無疾而終。咁所以佢基本上去提倡呢啲主張嘅時候呢，都係唔得深思熟慮嘅，簡單講就係做緊一盤必輸嘅生意。你做生意即係唔好意思都要咁講啦，大國關係所謂嘅政治其實都係一盤盤嘅利益交換，个问题就系咧，你嗰个方案好唔好咁解嘅啫？即系如果啊系呢个刘慧卿你署名之流嘅时候咧，人哋又开天杀价，然后咧你又俾人杀到一颈血，即系哎呀我哋自己立啦，边有人做生意系会喺度系咁褪噶？佢哋呢啲咪就系用咗个人嘅层面去看待一啲应该外交去处理嘅事情咯。你个人层面就好中意点样噶？好中意息事宁人噶嘛？呢个系个人层面嘅事嚟嘅。咁但系个问题佢系置全民福祉于不顾啊嘛，咁所以呢啲人呢就係搞唔清楚个人同埋呢个整体利益之间嘅关系。咁我觉得啦，肥仔金呢啲就非常之好啦，即係点解呀，嘩大佬佢係完全一个今次真係啦，呢啲叫乜嘢呀，识做生意囉，你就唔係呀，嗰啲叫乜嘢呀，自动献身。喂大佬啊，你至少加钱啦，啱唔啱啊，做人唔好咁 cheap 先得㗎，人哋500蚊一工，你识唔识叫价叫到1000蚊一工啊，即係做埋啲又唔係得体嘅事情，仲可能惹到自己一身蟻嘅时候，你係咪要加钱啊。咁所以凡事都讲钱呢係一件好事嚟㗎，即係至少啊你唔会将自己嗰个定价定到太低，简称呢就係 cheap 啊。你平时收开五毫子，你唔識叫价叫到七毫子九毫子嘅咩，自己个心 cheap 咗就冇计㗎啦，有时有啲嘢。唉，好啦，今日讲到呢度。